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Tinko， 今天要为大家推荐我们专辑《恋爱限定》里面的歌曲，叫做《梦游症》。这首歌呢是这张专辑里面唯一的慢歌。那它的意境呢，其实是在讲说一个女生，她在可能失去了爱情之后，她变得很空虚，她掉到一个深渊里，需要别人来救赎。那这也是我们第一个拍的 MV， 里面呢五个女孩都饰演不同的人格。那这个 MV 里面的故事也是我们本人亲自经历的故事，或者是有些是你想成为的对象，所以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的 MV 来探讨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层内心世界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。不会分裂成为了残骸，一上网就听音乐，银河网络电台 iWant Radio。